堂堂天圣皇后，屈尊纡贵的来到我这小小营地，干着粗使奴婢的活，实在是亏待你了。成王败寇历来如此，能活着便好。你就算是恨我，想对我报仇，也要等伤好了才能办得到啊！你这样糟践自己的身体，到头来受伤的只有你自己。我一定会好好活着的，我还等着亲眼看着你下地狱。我等着你养好伤，亲手把我送入地狱。荣姐，你知道吗？你的儿子已经死了。